我也喜欢上那个煮饭了，做菜。所以他晚上就看煮饭节目。他 OK 我觉得原来是煮饭，让我觉得是那个时间上面的控制。哦，你学会了学习怎么处理控制时间。对。今天什么菜？今天煮西式金排骨、沪语通心菜、番茄炒鸡蛋，还有一个是鱼尾木瓜汤。木瓜呀，春哥。我就先弄那个排骨先了啊，把它洗好先。一个油我也闻见，关了没？怎么办？变粉了。好。不洗，把它摆啲。接我电话，等一下，看一下这姜葱段都是，油淀粉，油淀粉，咁中意油淀粉嘅，哇 ，fish。传说中的三菜跟半锅汤，放松一下，你儿子等的是头都晕了。杨通，为什么那么少汤？哦，我不晓得，因为水太少。加上多一点啊。今天再煮，刚刚好三碗汤。OK。好好喝哦，爸爸好，拍手，一二三。我很少看人家煮饭自己这么欣赏自己的。OK， 我帮你试。行，好，帮你试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吃。走。The highest is 10, I'll give it 8.我会给你八分。我也是这样。你就是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。